Ladies and gentlemen, please rise to welcome our president, Madam Halima Yacob. 舞台上的号角手吹起了号角，哈利马总统的座车在警卫的护卫下呢，开进了检阅里的会场。上前迎接总统的同样是三军总长王次吉中将。总统在抵达现场之后呢，很快我们就要唱国歌了，全岛的公共警报系统呢也会鸣响，提醒大家呢一起要唱国歌。